他说的不能用这机器，我说这是咱们的货，咱们开了啊，我看里边有错。水厂子说的。你说机子不能用，这这机子能用，我说这是咱们花的时间长了开了。啊，像昨天他那包子拿出发出来的不行啊，没样子。二色不好看。二色三色，金卡线二色卡色行。金卡线不给。行，好吧，行吧，行啊，皮儿是多少克？那来你称一下，拿着我录个像。22克啊，走，把这个事儿称一下啊。22克，一共是31克。啊、对，22克的皮儿。哎，对，这就最小就做到这程度就行了。21克的皮儿，对，馅儿，薄皮大馅儿。哦。薄皮大馅儿。对，把这个碎。这是。21克的皮儿，对，我弄一下。那等会儿问他，问他这几个。